他这腿是怎么回事啊？腿，我的天！打断了！我的天哪！这喝点酒啊，你看这狗让踢能回了。直接整啊，直接往这边整，也不问事了。对。我娘傻逼！别咬舌头了，别咬舌头了！我这最后一口气，别咬舌头，把舌头放进去。给敲敲。啊，乖。哎呦。能喝。能喝。能的呀。啊？他表夫啊，他表夫喝完酒，你看给揍成什么样了？你揍的。能喝。啊，还有一口气也都。还有这最后一口气掉了的，赶紧的，去带走，到医院看一下。他起不来了，没有劲儿，一劲儿没有了。能撑的。现在那种恢复状态是说用那个肾上腺素的，对，肾上腺素阿托酮，是需要的话，腹腔有水哈，应该是积血。那这怎么能搭内相连吗？大概率的话应该是脾脏又损伤，止血，然后小咽。那他以后能醒过来吗？我看就剩最后这一口气掉了。嗯。好点了，好点了，你可算是能撑过了。毕哥有精神了，毕哥他有精神了。他刚你躺椅都不动，吓死了，一动都不带动了。躲猫猫，哎，逮到了吧？好，吃饭了，快排好队。哪个是大金的，哪个是喇叭的？小喇叭的。
大姐，大姐乱吃。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，是不是你啊？人有雨伞，我有大头。给上给上，你别看三条腿啊，倒腾的可快了。对，零一米多这波搁外边转，不知道以为是干嘛来了，是吧？啊，干嘛？或者你能当领头羊吗？当领头狗？嗯，你当不了。还当不上人家。行，跑得也挺快。那试一试咱小院的保安小队长，啊，应该就是玉夫妇。玉夫出来遮不住。玉夫妇这两天管理你们了吗？啊。维护家庭和谐啊，是吧？后来咱也买一个，咱买个小三轮那种能坐上去的，我看了也能翻一个劲。嗯，行吧。辣的，你也给你戴个墨镜。别看人了，你这人的场子不能跳。搞什么才艺的？我说七夕，你说哥，罐头砸在小七夕的小头上。哼，我说罐头，你说砸。七夕说罐头，他可能就只听懂了罐头这两个字儿。